今天来逛槟城国际钱币展销会，所以就来这里找美食吃。这里是豪宅极力推荐的美食地点，因为这里对豪宅而言是回忆满满的古早味。豪宅介绍的就是槟城咖喱面，这里的咖喱面已卖了40多年了。而豪宅推荐的原因是很简单，那是从小吃到大，那肯定吃的不是味道那么简单了，它还有满满的回忆。咖喱面啊 OK 哦，常吃的啦 OK 都大家尝试一下好吗？ OK 我们可以槟城出名的那个咖喱面尝三道多少年之后我们问老板这边有的加料的有虾有烧肉啊，有蛤蟆鱿鱼啊，刀锅啊，猪血啊，鱼丸啊很多料。所以这边的特点是它的辣椒酱啊它的汤啊够香。说大哥，我叫一碗，你跟嫂子共吃好不好？可以。然后啊，这大这个细啊，老板。我猜啊，44号。哎，老板，这瑞咖喱米老古来两个 brand。我系八代，依家75年 start 未见。哦，75年我算数哇，差不多。80岁就未见。46年。46年哈。我唔知道几年。75年 start 未见。哦，不简单哦，是白古十几年啊。就是讲那些嘛，王世杰。把你自带穿自带的。丢啦。你别人跟你讲啦。丢啦。来。辣椒很红哦，哇，香味出来了，那个香喷喷啊，这个就比较适合我们叫比较甜一点的了它有带甜的。这就是我们点一大一小咖喱面，吃了咖喱面，接下来就点糖水来吃吧。养颜水晶冰粉。老板，你说你的冰粉很出名啊？对啊，这一个玲珑杂果，都是我们讲比较养颜的咯。因为用的材料啊，都是对身体好。好，我要一个。可以，没有问题。然后我要一个原味。听说你的番薯也很出名啊。对呀、我要番薯一个小的。对，因为这是老姜番薯。老姜啊，把骨去啊。对呀、所以它的味道是很够的。哇 OK。然后来可以吗？可以啊。这就是冰粉啊。它看起来好像冰块这样。对，jelly啊，晶莹剔透啊。那椰林那个是糖浆啊，是放过有一点。这就是我们讲的养颜的，对。养颜的那个糖浆汤水，这是自己特别熬出来的。
So special, so good 啊。这是你刚才的原味的啦。可以。自己挤的，自己挤的，哦，对，又酸酸又香香哦，柠檬很香，开胃，开胃，再加两片的柠檬，给它白色更加的美，哦。有很多顾客就是专门来喝这一个姜汤番薯的哦，老番薯啊，老姜，老姜哦，不是老番薯，不能吃了。好了。来，对，是加力啊，还是冰？加力，冰融掉了。嗯，这个是那个冰粉，它的加力叫冰粉。嗯。哦，料多多。爱加力，料多多。啊，这个滋润的。日一这原味冰粉的味道就没有那么复杂，我觉得简单就是好吃。这老姜熬出来的番薯汤的味道就有点辣。不过我特别喜欢姜辣，更何况可以补气。关丹润咖喱面，这咖喱面真的好吃。糖水也是一样好吃。